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一堆计划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我真的聪明，我真的好聪明。啊？草丛是不是有人在乱在做爱啊？检点一点公共场所啊！畜生不要吵！不对哦，这里有声音，然后这里没声音哦。好好好，他在里面，里面哪里？里面什么？干你老师，他妈一个智障！操你妈！他妈待上面，他妈的！哦，看到了，干蒋欣南！靠你傻小啊！哈！你以为躺在那里我就看不到你吗？这都被你发现了，你减肥照。对啊，你在爽啊！我跟你老婆讲。多再多看一点，了解多一点点的我们，真的看见神经病。你也知道啊，你他妈神经病！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来，想到什么？来，一下回市区，回市区。我市区干嘛？我想到，怎么样跟你他妈离婚？啊？今天吗？不是，是计划其中之一。哦，好，回市区，到市区哪里啊？市区就可以。我怕是这样的，下呢来的那个女的呢，我就去旁边呢跟她讲话啊，然后呢，就呢在旁边呢偷拍，躲起来偷拍我跟那个女生在讲话，我偷拍你，对，然后呢把那个照片传给我老婆，哈，怎么样？错吧，好像不错，好像不错。两个白熊头，你们找女生了？你是女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找一个女生啊。要干嘛？你们去 happy 哦？没有，借一下而已啊，想借一下，想借刀杀人呐、啊，想找个女生聊个天而已啊。有没有那个抱抱啊？有没有你们的那个帮派不是有个女生吗？这个抱一下方便吗？他现在他刚离婚啊，我问一下。哎，你就收钱办事啊，要有钱哦。可是没什么钱呢、欸，没钱呐、啊。我就假报一下，假报一下，我们这个镇上的这个四哥不就赚了吗？不，切，就是假报一下，假报一下，不会真的报的那种啦。那我知道啊，那你报龙蛙，你说你是 gay？ 不是，我要报女的。哦，你要报女的哦，好，等我问一下。A few inches later。不行了，他没有女生要来抱啊！奇怪，我很臭吗？你想当年每个女生抢着要抱你的呢？我很臭吗？我长得很难看吗？我很丑吗？除了下巴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刚说你的脸是完美的，哪里丑？你说除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没有说，我说你的脸很完美啊。除了我刚有听到除了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讲除了什么，你听错了。我知道，找谁了？好了，我一个职业病犯了。他坐牢，然后直接坐牢去睡了，那可以这么刚好吗？孟龙武，孟婆，我问一下。我问你啊，你扮女生像不像？我？对，我怎么可能扮女生？我是问你扮女生像不像？我扮女生谁拍照？你扮女生，我可以找别人拍照啊。我来扮吗？对啊，我们是好兄弟，平常抱一下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抱一下那个张力不够，你老婆可能原谅你。什么意思？可能要拉鸡、啊。我在这个地方抱一下还不够？
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就在这个酒店呢。哦，那就不用垃圾。怎么样？你去办一下女生，我陪你去办。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怎么没有其他办法？做这种事情有一个职业选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不是 C 男，我打过了，那个职业选手不在，职业选手都不在，他睡觉了。他妈的！我跟你说，你对不对？你去用，你去戴一顶假发、长发，我们角度从后面的侧面拍，所以会拍到我的脸，不会拍到你的脸，所以你不需要化妆，你知道吗？哦、你就只需要戴个假发，然后穿一个女性一点的衣服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怎么样？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先去看医生。好，看医生，看医生。医生，来，龙武。换个像女孩子的样子，哎，哦，龙武，刚刚那个，哦，这，好，就这个了，龙武，漂亮吗？啊，龙武四哥有点没办法直视你，我也不想照镜子，你千万别照镜子，哦，不要眼妆啦，这样子，这样就好啦，对啊，画什么眼妆啊？真的好了吗？好啦 ，OK 啊。恶龙，趴下！不要跟别人讲。那女生的衣服要男生也可以穿，那很难呢。那个大件的呢？你找穿起来像女生就可以了。哎，这种的就可以啦，针织的啊，对不对？把包包拿掉，把包包拿掉。什么？好丑哦！不符合我小玫瑰的这个风格。你有什么小玫瑰？我刚帮自己取的绰号。啊！我他妈的这个电话，这鞋子可以吗？我他妈的，我差点被电话给聋，耳朵差点聋了。我的耳朵也快聋，耳朵好大声、欸！你怎么也在响？你怎么也在响、啊？谁打给你？谁打给你？我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老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先穿这套吗？鞋子可以吧？好好好，谁啊？好，哎、欸，谁？我老婆呢？干你！你跟他说，你跟他说，你等一下，你好像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等一下再跟他说，等一下讲紧张一点。喂，哎，老婆，小声一点。喂，怎么样？我好像发现一件事情了、啊。哦啊，等，嘘，等下我。干！我刚才没看到。什么没看到？嘘，你小声点。干！你一直打给我，我那手机一直响，我好紧张啊。怎么啦？你在干嘛？我现在躲在酒吧。我现在躲在酒吧。哦，干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没有。哦，他们走了，我先跟上去。等一下再跟你说。他们走进去了。我先跟上去。怎么？你跟去哪？我晚点打给你。注意安全。很安全，很安全。哦。哦，哎、欸、哎，等、欸、干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哦！我看这里有牛啊！哦，没事，搞定。我操！我操！龙武，你话剧社演戏啊？你话剧社的？你话剧社的是不是？话剧社的。那为什么有牛啊？不知道，戏剧效果。做一点效果啊！越夸张的事情，人越会相信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好。OK， 走，准备好跟我约会了吗？快走！戴面具。